我们这一次执行的是中文网络自行平台的服务。那很多人其实不了解什么叫做网络自行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网页上面如果用字会是什么状况。你有没有看过网页上面用娃娃体，基本上是用不到，看到的 always 都是细明体这样的一个字型，没有办法用任何有趣的字型在网页上。甚至设计师如果喜欢用高品质的黑体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别无选择，只能选择微软正黑。那这一点其实设计师都是很在乎的点，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技术能够去突破这一个窘境。那JustFont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服务。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，也就是让你在网页上面可以去呈现出不同的字。这是一个网页的页面，上面使用的字体，这个是正楷，那这个是一些有点类似书法体的一个感觉。那这都是字，不是图。我们甚至在我们博客上面都可以去替换掉原先的一个 default 字型，用非常高品质的信黑来做一个呈现。那我们目前也推出信黑体的一个服务，在网页上可以让 user 或者企业来选用。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要执行的一个内容，就也就是中文网页字型的一个应用和平台服务。